在华南市海鲜市场关闭后的环境取样检测显示，环境中普遍有新冠病毒的污染，其中水产摊位尤为明显，提示这个市场可能存在通过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链产品、动物或动物制品引入病毒的可能。对该市场的动物制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，冷链产品我们还未进行相关的检测。对湖北省蝙蝠以及中国各地大量的家畜家禽、野生动物采样检测，均未发现新冠病毒。未发现疫情发生前后，有新冠病毒在家畜家禽、野生动物中循环的证据。好，可以。